今天是2020年7月22日，是中国的传统节气大暑。首先祝各位安康。今天所学的钟表词汇是 leaf of pinion， 齿轴棒。7月19日，我们学过一个单词叫枭轮。枭轮呢，实际上也是一种齿轴棒的形态，那么它是由钢丝所造成的。而今天所学的齿轴棒呢，是一个整体的金属切割而成，所以呢形成了一半一半的这样的一些齿形，而这些齿形呢又和其他的齿轮片能够咬合形成作用，所以呢是常规的齿轴棒的形态。我是常伟，很高兴每天与大家学习一个钟表词汇。